他在他们FC好像在另外一个联盟打球，对，地板上宣传助攻，达西不过目前还是有着5分落后。好，田磊的假动作吓到了戴维斯，不过陈世杰弹簧小子正面打板 ，yes。 那达兴虎队的陈世杰在哪里呢？田磊的三分外线，for three。早他知道这时候该要出手了。莫非他有戴耳机？听到云翔的说法，他绝对有戴，偷戴。陈现在投进的是璞园这场比赛的第一个三分球，简浩超杰，简浩有机会秀一下。战长人田磊。 另外，陈信安也投进了璞园的第一个三分球，目前已经领先到达了全场最多的9分。三分球这节其实磊哥有点复活，他已经单节得到了5分了。但回头就看到陈信安利用戴维斯的掩护呢，之后呢直接的拔起来出手得分。那这球发生失误的时候，之后就看到是简浩双手暴扣了，这暴扣是上分的能力，在第三节再度展现璞园的能力。 外围出手是罗玉群，陈信安用脚落地，但是没有好，前面是2打1的机会，王志群，球再回给他，找篮筐，王志群的出手，达兴连线绝对是他们的绝杀武器，在这节罗玉群的三分球之后，王志群又把握了对方防守上的一个尴尬，投进了。